家里比较富裕的都会带几圈，然后这个珠子呢有点像绿松石，但是市场上买不到，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是这珠子啊，珠子。洛巴族妇女在服饰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喜欢佩戴装饰品，少了一些装饰性，而多了一些实用性。她们大都穿着用羊毛织成的黑色套头坎肩，既简洁保暖又粗犷豪放。其中最有特点的还是她们别具一格。现在我唱的意思就是欢迎大家今天到我家来做客，然后条件虽然有点差，但是吃饱喝好走好，就是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达宝一再强调他对唱歌不太在行，唱这个迎宾曲只是为了表达对游客的真诚欢迎，同时也想让我们尽可能多的了解一些洛巴风俗。